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 A 点出到是负四负一 ，B 点出到负五四，有一个点 C 点在线段 AB 上面 ，O 是原点，下列何者可能为 OC 的直线方程式，好不好？像这种题目哈，他问你哪一个可能，那这里怎么算？这里看起来很恐怖，好不好？102年考题，那是建议大家。 我们慢慢来理解，好不好？你看一下 A 点出到是几？负四负一。A 轴是负四负一负二负三负四。Y 轴是几？负一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A 点坐标在这 ，A 点坐标是几？负四负一。B 点坐标呢？负四，好不好 ？A 轴是负 ，Y 轴是一二三四，然后。 所以说 B 点坐标是几？负四，下题不行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把 A 点、B 点找到之后，麻烦你把 AB 连起来，这样行不行？你把 AB 连起来哈、哦、，AB 连起来之后，老师问你好不好？他说 C 点在线段 AB 上面，那 C 在哪？在这，不一定。 他说 O 是原点 ，O 点在这，这样行不行？那问你，则下列何者可能是 OC？ 也就是若 C 在这，也就是画布啊 ；C 在这，也就是这一条 ；C 在这，也就是这条。说了半天，题目在干嘛？就是这条直线，哪一条画过去和这个线段 AB 会有交点的意思，对吧？ 了解老师意思吧？可不可以把题目再看一次哦？有 A 点、B 点 ，C 在线段 AB 上面 ，C 在这 AB 上面。他说 O 是什么点？原点。下列哪一个可能是 OC 嘛？所以说，若 C 在这是这样画 ，C 在这这样画 ，C 在这是这样画 ，C 在这这样画，所以 OC 基本上有几种可能性？有无限多种可能性嘛？ 他说，所以说问你 A、B、C 中哪一个有可能，也就是这四条直线画过去，哪一个和 AB 有交到，这样行不行？那最笨的方法怎么办？你就用代入法。好，对这条直线而言，把这条直线大概画一下好不好？你细看一下，直线怎么画？找几个点，两个点，你看一下 ，x 是0 ，y 是几 ？0。所以说这条直线会经过原点，问题没问题。 S 一十 ，Y 是几？负二。你看一下 ，S 一十 ，Y 是负二，会经过这个点。这两个点连起来，告诉我会碰到 AB 不会，所以说 A 不可能，没错。再看 B，S 零 ，Y 是零， 是经过原点。X 一十 ，Y 是几？负一。S 一 ，Y 是负一，在这。你看一下，这时候把这两个点连下去，哎，有没有经过 AB？ 没有，所以 B 也错。 再看 C，A 是0 Y 是0， 经过原点对 ，S 一 Y 是几 ？0.2，X 一 Y 是几 ？0.2， 大概在这，抱歉，在这 ，X 0 Y 是几 ？0.2 是在这，对吧？哈 ，X 0 Y 是0嘛 ，S 一 Y 是几 ？0.2 是大概在这，两个点连起来，哎，有没有经过？好像有，好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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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所以说 C 保留。再看 D。 x 是0 y 是几 ？0， 对吧？哈，经过原点没问题。x 一 y 是几 ？1， 经过这个点 ，s 一 y 是1。这时候这两个点连起来是这条直线，所以说猪也绝对不可能嘛。所以说 A 不可能 ，B 不可能 ，猪 不可能 ，C 有可能。那答案选几？选 C 嘛，好不好？这是用代的方法。那这里标准做法怎么算？ 来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里标准做法怎么说？今天和 AB 交道。 可见这条直线画下去，可能怎么画？所以说这些直线画下去，可能是这样画，或者这样画，或者这样画，或者这样画，所以说这条直线画过去，对吧？你看哦，他们都会经过什么点？都会经过原点。 00，都会经过这个原点00，对吧？它斜率，你看一下，而这些直线的斜率会怎样？
从这开始呀，从这边开始呀，越来越小，小到最后变零，小到最后变负的，负的，负的，负的。所以说我知道这时候这些直线，好不好 ？O 型这条直线，我的斜率要介于这两段之间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老师问你，这两个点可不可以算斜率？可以，把 A 相减负五减零负 ，Y 相减四减零四，所以斜率是负的五分之四。好，要是这一段呢，斜率是几？一样，两个点求斜率，把 A 相减负四减零负四 ，Y 相减负一减零负一，所以斜率是几？四分之一。那我今天 OC 画下去会是碰到 AB， 所以这样画下去要碰到，可见我斜率是要介于这两段之间，所以说告诉我斜率要接近四分之一到几之间，负的五分之四之间，所以说也就是我斜率要介于0.25到几之间，负的0.8之间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问题来了，老师问你。A 斜率是几 ？Y 等于 ax 加 k， 所以 A、B、C 珠基本上它们都是斜截式的写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斜率就看这个前面 x 是不是叫了。所以说这边斜率是几？负二。负二有没有介于这段之间？没有。这边斜率是几？负一。负一有没有介于这段之间？没有。这边斜率是几？0.2有没有？有。所以答案选几 ？C 嘛。除了斜率是几？一，一有没有介于这段之间？没有，所以说答案看齐 ，C。OK， 把它看一下。